这三块肥沃的女人田，再如狼似虎也不能耕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男人选错行业会耽误自己一辈子，女人嫁错了老公也会害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。所以，选择终身配偶这件事上，一定要慎重、慎重再慎重。以下是几种再穷也不能娶的女人，或者会后悔一辈子。一、满嘴谎话，见利忘义，这山看着那山高的女人。一般这一类女人，她对未来的丈夫会不说实话，整日欺骗自己的老公，让自己的老公觉得连自己的老婆也不和自己说实话，让自己心很累。就算遇到困难，也不知道和谁诉说，以至于会发生矛盾，长期已久，结局就可想而知了。见利忘义的女人也是非常难缠，她们会为了一点小利益和身边的人大动干戈，以至于身边的人最后都疏远你。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，特别会拿别人和你作为比较。比方，如果说你邻居家的男人买了新车，他肯定会在你面前唠叨，会处处贬低你，让你男人的尊严一点没有。其实男人最怕老婆不理解自己，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。二、对待老的不孝顺，对待小的不教育，心中阴暗不善良的女人。这种女人娶到家，更是让自己苦不堪言。一是对父母的不孝顺，让父母到了晚年也享受不到该享受的幸福；二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上心的教育，以至于等孩子长大后，别人也会骂她是一个没人教育的孩子。其实身边的女人，如果对他人不善良，见不得别人比她好，这类女人对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所以说，这样的人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，否则真的会害了你一家的。三、喜欢刺激、暧昧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这种女人的危害性不言而喻，就像一只偷腥的猫，每天都想尝的鲜味，要不就感觉生活没有乐趣。她们就是水性杨花，总是依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到处沾花惹草，招蜂引蝶。她们喜欢刺激，更喜欢和男人暧昧，和不同的男人在一起，才能体现自己的魅力，也能获得心理的满足。每个男人都忌惮自己的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避免，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未来不会被戴绿帽子，就离这种女人远一点。